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中文字读和写第58集。我们今天继续复习身体与生命。这堂课有四个字是新学的字，我们来复习。这个字牙牙牙牙，这个字嗅嗅嗅嗅嗅嗅，这个字韵韵韵韵，这个字直直 ZH 直直。这几个字的意思我们来看一下，而且还有它们的组词。第一个字牙牙牙，萌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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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牙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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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伶牙俐齿伶牙俐齿，这个字嗅嗅。第一个词优秀优秀优秀。第二个词秀丽秀丽秀丽，这个字韵韵。怀孕怀孕怀孕，怀孕也是这个意思。最后一个字直直，第一个词正直正直正直，第二个直来直去直来直去直来直去，最后一个直肠子直肠子直肠子。那我们现在来看看笔画。牙牙牙牙牙，这是牙字。嗅嗅嗅嗅嗅嗅，这是嗅字。这个字韵韵韵韵韵，这是韵字。直直直直直直，这是直字。下面我们用学过的词萌芽萌芽，伶牙俐齿伶牙俐齿，优秀优秀秀丽秀丽，怀孕怀孕，正直正直直来直去
直来直去，直肠子。我们下面用这些词来造句。第一句话，春风轻轻走来，种子就会萌芽，然后发芽。我们再读，春风轻轻走来，种子就会萌芽，然后发芽。春风轻轻走来，种子就会萌芽，然后发芽。第二句话，红玉是个伶牙俐齿的小女孩。红玉是个伶牙俐齿的小女孩。红玉是个伶牙俐齿的小女孩。第三句话，请注意这个字读长，长。这个字是个 polyphonic， 一个读音是长，另外的一个读音是长。这里念长，因为这里长是一个 verb， 当它作为一个 verb 的时候，它读长，意思是 grow。如果它是一个 adjective， 那就读长，长 meaning long， 所以这里是个 verb， 读长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，米雪长得秀丽，而且成绩十分优秀。米雪长得秀丽，而且成绩十分优秀。米雪长得秀丽，而且成绩十分优秀。下一句话，冬雨是个怀孕八周的新手妈妈。冬雨是个怀孕八周的新手妈妈。冬雨是个怀孕八周的新手妈妈。最后一句话，大石说话直来直去，地地道道的直肠子，而且他人很正直友善。大石说话直来直去，地地道道的直肠子，而且他人很正直友善。大石说话直来直去，地地道道的直肠子，而且他人很正直友善。那么这些句子的意思你猜到了吗？下面我们再学习一篇短文，所有的这些字基本上都是我们以前学过的，唯一的呢就是这个字念胖，胖 meaning is chubby， 胖，胖这个字，瘦，瘦 meaning skin， skinny or thin
skinny or thin. 所以胖和瘦它两个是 counterpart. 胖瘦这里面这个字好好这里读好是个 adjective, 它的意思是 good。这里读好好这里的意思是个 verb, 然后呢它的意思是 love or like。所以呢这个字好或者好也是个 polyphonic。那我们现在来读这篇短文。我的好朋友这里好。我的好朋友。我和可心是同学也是好朋友。我们每天一起去上学放学后一起写作业。可心好静喜欢读书。我好动喜欢运动。每年暑假可心都是白白胖胖的，我都是黑黑瘦瘦的。姐姐开玩笑说，我们是黑白二人组合。那我们再读，我的好朋友，我和可心是同学，也是好朋友。我们每天一起去上学放学后一起写作业。可心好静喜欢读书。我好动喜欢运动。每年暑假可心都是白白胖胖的。我都是黑黑瘦瘦的。姐姐开玩笑说我们是黑白二人组合。我们再读一遍。我的好朋友，我和可心是同学，也是好朋友。我们每天一起去上学，放学后一起写作业。可心好静，喜欢读书。我好动，喜欢运动。每年暑假，可心都是白白胖胖的，我都是黑黑瘦瘦的。姐姐开玩笑说，我们是黑白二人组合。那么这篇短文的意思，你猜到了吗？今天的中文字读和写第58集就到这里，谢谢，再见。